南方是我们带给宜兰的东西吗？哎，对，没错。这个有汉，有薯条，有鸡块，还有鸡腿，还有冰霸杯，还有珍珠奶茶跟苹果。今天最主要来给我们替我所有的宜兰来鼓励跟加油。好，你觉得东西有没有很棒？有。不错，超好吃的，谢谢镇长。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位地方首长带着这么多的乡镇长来探视宜兰。那我刚看有的乡镇是只有一位，他也来了。那逐渐说我们不管是县府或乡镇长对于大家的重视，想说代表各位宜兰跟我们县长保证，我们在这边一定会努力的学习。第一个，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事业，才有家庭，才有一切。第二个，我们在这边要学习良好的习惯，你的生活起居作息等等，我们相关的军纪仪规营规大家一定要遵守。今天非常开心的来看看我们的宜兰，来到我们的这个旗鼎营区接受训练哦，那也接受最严格的这个管理哦，那看看他们在这段时间连续要4个月了，到现在大概只有20天左右哦，看看他们本身在这里营区里面习不习惯，那接受这样的严格的训练呢在各方面身心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阻碍，那我看他们都非常的开心，而且笑容满面，就表示呢他们能够接受任何的挑战，那这表示呢对我们整个的社会国家都非常有帮助。那当然只有短短4个月哦，那我们希望就是这4个月当中他们也不但能够增加人际关系，也能够培养更多的这些爱国的情操，那针对同袍也能够更多的这个关怀，然后跟他们互动呢能够非常好的这个沟通呢也非常的顺畅哦。我想透过这样4个月的一个军旅生活不但让我们这些宜兰们他们是成为真正勇敢而且体魄强健的男性，然后我想这个对国家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也成为未来家庭的坚强的这个支柱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期许他们也感谢我们旅长还有我们各个主管们对他们的照顾，让他们在这里可以说是这段时间生活呢可以非常的愉快，那也接受到严格的训练，能够训练强健的体魄。好吃吗？好吃。